最近章子怡抱着醒醒小朋友登上了某杂志十月刊的封面，这恐怕是醒醒小朋友出生以来第一次上杂志。刚刚八个月大的醒醒也成为了登上一线时尚大刊封面最年轻的封面女郎，所以她来了次坦然面对。妈妈章子怡则秀着美肩，用大衣穿出裙子的效果性感又优雅。另一个封面则是国际章单人照，拼接裙儿完美展现了身材的 S 曲线，蝴蝶结的元素也让国际章在气场全开的同时女人味十足，简直美得不要不要的。而且她一路优雅到了内页大片，就算是醒醒小朋友捣乱也应付自如，原来女神带娃也是大神级的呀。不过醒醒小朋友不在场时，优雅的妈妈就欢脱了，也展现了性感的一面，美到不行。早前小星星出生七个月时，章子怡特意带他去泳池 happy 一下，星星的泳装照就这样子被亲妈给曝光了。粉色泳装下的萌娃肉嘟嘟的，实在是太可爱了。辣妈章子怡穿着黑色泳装，戴着墨镜，也是美到不行呢，每时每刻都充满着时尚感。生活中的章子怡带醒醒的时候也很时髦呢，宴席上给醒醒戴的发箍萌到不行，章子怡一身红裙也是无限优雅。生完孩子回国的章子怡戴着草帽和墨镜，光是坐在一边就很时髦了。抱着醒醒的时候，条纹衫与尖头鞋搭配在一起，充满了休闲感，与醒醒的格纹帽子很搭呢。